素有古装花美男称号的陈晓最近向民国剧进军了，到底是以为人父，选起剧本来也是多了份严肃呀。6月6日，抗战大剧《红蔷薇》在苏州开放媒体探班活动，据悉该剧由金叶执导，实力派演员杨子姗携颜值演技双料男神陈晓共同演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革命婚礼。而《红蔷薇》全组一直秉持用品质好剧再现传奇人物的谍战人生，不屈的红蔷薇终将盛放，信仰的花朵永不凋零。主演杨子姗、陈晓以戏中角色造型亮相与记者见面，一身西装装扮的陈晓正气十足，而旁边素色旗袍的杨子姗依旧大气婉约。虽说陈晓才进组三天，并且也是第一次合作的杨子姗倒是对两人的默契高度肯定呢。其实小宝他刚进组，应该拍摄第三天，其实第一天我也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其实我拍了蛮长时间的，然后小宝他正好在拍游戏，其实我有点担心第一天我们可能配合起来可能会需要解释这些磨合，但是没想到第一天拍起来就很顺利这样的。对，所以拍到今天我觉得那个感觉也越来越好，然后我们进入角色的那个速度也都很快，所以我觉得合作起来是非常愉快和舒服的。怎么说着说着陈晓有点害羞的样子呢？一旁热心的导演赶紧向媒体透露，这两人关系火速升温全靠第一场戏就是吻戏，不知现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